超级偶像，本月主打星钟舒淇。Hi everyone， 我是来自香港的钟舒淇。在每一次比赛之前，我有就是我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，因为我的咬字真的太烂了，就是把歌词练几百遍，然后唱歌时候就不会忘词了，看有多烂。跳出来！我最喜欢吃是大肠到小肠，那个超好吃的。我最不喜欢吃的是槟榔，什么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槟榔，我不吃槟榔哎。我希望台湾是我最后一个待的地方，那希望你们会喜欢我。我是 Super Idol 钟舒淇，超级偶像钟舒淇。